好，你一开闸嘅时候咧，应声弹出军之协定内兰卡卡动力啊，第三位外边有有料小子，中间黑衫咧就有醒啦，紫色衫有爪王圣水，跟住第六位咧就铺铺顺，外边粉红衫勇敢福星啊。 第三位外边有只有料小子，中间黑衫咧就有醒啦，紫色衫有爪王圣水，跟住第六位咧就铺铺顺，外边粉红衫勇敢复星啊！赛后边个群马啦，先至见到有王将啦，信心出击啦，出边威利大大，尾二街同包咗落尾嘅马咧，就系嗰只踏雪明驹嚟噶。好啦，过呢个八百米段处啦，军之协定攞埋内栏添啦，咁啊唔惊波欧啦。第二位嘅马咧，外边有只有料小子，第三位内栏卡卡动力第四位有醒啊，第五位嘅马啦，紫色衫蓝晚就中咗爪王圣水，外边粉红衫勇敢复星啊，吊住个第七咧就系呢只铺铺顺啊，后啲先有威利大大，信心出击王将啊，包尾一队咧就街同埋一只踏雪明驹嚟噶。好啦，转紧弯中间啊，前面带头嘅马咧依然都仲系呢只君子协定啊，47
速翻到嚟弹甩赢啊！莫雷拉中三元，临尾得翻18蚊啊！君子协定补翻条热 Q， 蔡明少埋变第三嘅就系走云圣水，铺铺顺就跑嚟四，30几蚊 Q 又35日临尾得翻，所以大家都系拣住81冇得走。所以見到我掉馬寶咯，跑完之後。因為阿朱，你又唔知揀只爪王成水係咪？嗰只補翻住條熱到得35蚊嘅呢條 Q 係慘啊！轉翻嗰時西貴咗出去係嘛？但係源頭如果立唔到條 Q， 源頭首位都係主動嘅一隻有成。好啦，睇睇個預計派彩跑第一名11號嘅君子協定，動人派18.5位置派11蚊，跑第二名嘅8號嘅有成位置派14蚊，跑第三名3號爪王盛水位置派34蚊，連贏位8搭11派35蚊，三重彩11號、8號、3號派454蚊，單次派149蚊，位置 Q 8搭11派17蚊，3搭11派53蚊，3搭8派88蚊，跑第四名系6號嘅 Proposition， 4连环派142蚊。今日场场都是偏慢的步速咯，亦都系尤其是一路都讲住话，短途能够追咧就好慢噶啦，更加慢系啊，好慢噶啦，系啊。你睇到转弯头两段47.几，你都知道后面啲马都唔使追，47.52啊，呢啲真系好罕见啊，大佬。走王圣水就沿台第五位啦，内栏嘅位置啦。咁点啊？复出又三场咯，系啊，后面仲有冇啊？梗系有啦，就未力升劲势喎，18场头马啦。反而今日潘顿真系企咗喺度啊，得6分啫，去到而家有咗一个第二。伟达都叫好少少吓，伟达都有2个 win 啦。莫雷拉真系劲。有三邊啦，2、3、5檔都好輕鬆可以攞到位埋欄嘅，去睇下。咁啊係啊，因為一起步之後，其實佢呢只馬嘅落腳梗係快啦。上次沙田都已經試過夠快啦，入邊卡卡動力又唔頂佢喎嚇，中間係爪王盛水有繩啊，然之後開邊有料小子都同你騎前啲啊。咁然之後見翻就係嗰只 Proposition 啦、勇敢福星啦，後啲就係信心出擊啊嗰啲馬嚟噶啦。哇！見到後邊嗰五隻完全好似都～识跑咁啊，翻到嚟啊，一啲都冇得追嗰啲咩搭雪明区街童嗰啲，系嗰只威利大大近翻少少咯。系啊，但系威利大大沿途嘅走位都唔系咁顺啦，都系开边啊，只马又额头啊又剩，咁啊以为有呢个小子上嚟拍下你啊，君子协定啊，都唔系，咁啊都冇咁嘅能力啊。卡卡动力呢啲位都谂住都要哎呀顶得顺啩，原来冇咗眼罩啊，好似唔识跑咁。有醒喺呢度轉彎，鬆咁啊飛咗出去啦！無師爺話唔理兩位入邊度捐喎，一度以為嘅入邊都係噶啦，31噶啦，咁結果就八打翻落去又有翻啲啊！嗯，好追翻上嚟。卡卡動力大家都要小心呢只馬啦，又再一次係咁啊，即係急騰嘅。係啊，尾二添啊！福榜完畢啦，派彩作實。
位置 Q8 达属一派$17，达属一派$53，达八派$88。四连环派$142。孖宝六长九七长。